是谁说颜值和实力是不可兼得？看我干啥？咱们今天就来盘一盘那些解馋必卡的小零食，而且全都不用开火，开袋即食。你要早说，我至于这么胖吗？第一个，樱桃小蜜薯，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零脂肪哦，不用开火就可以吃到烤红薯了，口感是糯叽叽、软绵绵的，没有糖、粉、蜜和添加剂，但是这个红薯你看全都是蜜汁。吃完了红薯，咱再来点深海的幼稚蛋白，海大厨的沙拉三文鱼，海袋即食。这就是电视的三文鱼，好吃没不知道。为了补偿你以前没吃过，还挺鲜的。而且这个三文鱼没有骨头，也没有刺儿，可以大口吃，放心就过瘾。有三个口味：黑椒、甜烧烤、藤椒味儿，加点蔬菜随便拌。这就是一份低卡减脂、不用开火的凉拌菜。这别都是我的，我听出来了。最后一个鲜奶冰激凌，比手还大了，而且零添加蔗糖，零反式脂肪。哇哦，整个夏天都过完了，我都觉得我还没有吃完它。哇，好好吃！朋友们，我们这个冰激凌一分钟就坏了。懂了都懂。好，这个夏天我就抱着我的大腿去买。我让你拾起来。